大量的工作，比如说瓷砖的选定、图纸的定制、灯具的选定、鞋具的选定等等。该定的东西呢，确定好。如果你在装修方面有相关的经验或者是经历，先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。好，我马上出发。瓷砖呢，是我们卸车的一部接下来近几天的工作呢，我们是铺设地砖和张贴墙砖，希望喜欢的朋友呢继续关注我。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，好，明天见。